冬哥，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真没什么事儿了，走吧。冬哥，这是瑞哥的事，你可别吓我。吓你？信不信听我揍你？那你是不给瑞哥面子了啊？面子？我冬哥行走江湖的时候，你们瑞哥还亲门槛子扛老了呢。谁呀？说话这么大口气啊，东哥，你出来怎么没跟兄弟说一声啊？我想去接你啊。8年前你就没敢去接我，我这边完事了，派人过来接我。东哥，你在这等我，我马上派人去接你。8年后，你敢去吗？哥，你挑我理呀、啊！不过去了，不提了吧。等等，说我，你先烈士啊，敢来我地盘撒野啊？我还年轻，别为难我。今天我给东哥面子。但是只有这一回。谢瑞哥。等等，东哥，这次回来不是再想要棋了吧？我的棋不都给你了吗？不要了。就是过点消停日子不好吗？江湖上的事交给我们晚辈做就好了。放心，耗子里边的位置很充足，给你们留着。你他妈咒我们！你敢这么嚣张，是因为我阿瑞给你撑腰，对吗？废什么话！我大哥最讲义气，义气！当年我进去就是因为他讲义气。对了，闭嘴！当年我为你挡刀，你让我扛雷。你敢说警察电话不是你打的吗？你以为一句讲义气就能通天通地？我告诉你，放屁！你们外大哥是想有一天出事儿，他能帮你们摆平，但是他收小弟就是为了有事儿能让你们当炮灰，懂吗？哦，对了，如果是8年前，你一定不是站着听我把话讲完。和谐社会，你我皆是鼠辈，皆是鼠辈。道德光照在了大地上，把每个
谁要你这个破瓶子？听说你是个老江湖，小爷我刚出道，今天我拿你上个位。小哥，你可能认错人了，我就是个捡垃圾的。好啊，捡垃圾的是吧？把这个捡起来，我就信。东哥，这点委屈就受不了了。我看你这当大哥的心气儿还没消呢。多过，我早已经混江湖事了。我捡个垃圾碍着你了吗？有必要用这种方式试探我吗？现在的年轻人都想上位，你在这待着不少应该碍事儿。算了，这里有一个饭馆，够我对你八年的补偿了。拿钱走人。八年100万，少了点吧？那你还想要多少？八年我打你一巴掌，没意见吧？从此君子两清，江湖不见。就算你厌倦了这个江湖，只要有我在，你无处可去。现在是我的江湖，你怎么做我不管，但是你要是再打我一次，怎么着我就平了你的江湖。听说小瑞又找你麻烦了，其他兄弟有没有帮你说话呀？没有，你自己要多加小心呀。宇哥，以前我只信一句话，一入江湖门便是江湖人。在里面这八年，我现在只相信四个字，法大于天。苍天之下，谁他妈都是俗。有些麻烦不解决，始终都是麻烦的。我这里有份资料，已经给你传过去了。万不得已的时候，可以帮你解决麻烦。资料？什么资料？阿瑞的犯罪证据。我要走了，你想通了就好。这个地方，你根本不应该再回来。一山不容二虎。以前我们总说，无兄弟不江湖。难道没有了江湖，我们就不做兄弟了吗？兄弟，我认。但是那是小时候。我现在只认的是利益。连你都是这样的想法，可想而知你下边的那帮小弟都是什么样的货色。你再这样下去不会有好下场。这不用你担心，你走之后，这儿我就是天。你是天，今天我就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法大于天。我上交你犯罪证据的时候，他们说轻了你只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，这就叫法大于天。法大于天，正道的光照在了大地上，把每个天
地四方为江湖，世人聪明反糊涂，名利场上风云起，赢到头来却是输，红花谢霸业空，江湖远人群中，侠之大者当为国为民，为浩然正气方永世长存。